娱乐圈这么复杂的地方，龙蛇混杂，他能混得这么好，肯定付出了很多吧。对了，你怎么会跟乔晶晶一起玩游戏啊？昨天聚会大家还讨论这个，还怪我们没有说乔晶晶是我们高中同学。这我们怎么说呀？一直也跟他不熟，你们还一块喝过酒啊？我想来想去也不太可能啊，所以等他们一走，就过来跟你证实一下。没想到果然是他。我和他是高中同学，有联系不奇怪。也是，不过他从来没有在班级群里，我还以为他并不喜欢跟以前同学玩呢。说起来，我们班级最成功的应该就是他了吧？反倒我们没什么大出息，出了社会，成绩再好有什么用啊？还是要靠情商吧。他是重点大学毕业的。是吗？念书的时候没怎么关注过，不过我确实挺佩服他的。娱乐圈这么复杂的地方，龙蛇混杂，他能混得这么好，这么红，肯定付出了很多吧。小晶，我想我该跟你说声抱歉。当年我答应的太轻率，只考虑到你足够独立，却没有想过自己要付出什么。事实证明，我实在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幸好你一向聪明，及时止损。这就是你的风度啊。我们很久没联系了，你何必呢？怪不得你要回研究所，毕竟不用再为身外之物担心了。祝你牢牢把握住。